那么我们药师王像是百分百用的印度草本所制作，那么梵语呢叫做 Shakti， Shakti 的意思呢代表气，或者代表它的神奇的力量，就是 Shakti。 那么给大家看我们的药师王像的香粉到底是长得怎么样子的，它本身的颜色有一点偏黄哦，是因为还有黄姜、有阿斯旺甘达等等的这个原材料，所以它有偏黄。那么它的味道呢，有如这个怎么讲，很清鲜、很高雅。那么有一点带来有一点的浓郁的这个味道，是非常好闻的这个味道，因为有被炮制过、有处理过的和合香方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药师王香。那么老师所介绍全部介绍啊，最重要的这个草本啊，药师王香的草本。那么药师王的草本里面呢，还有更多更多的这个草本，老师没有这个时间的介绍给大家。不过下一期呢，老师会教大家如何运用药师王香，达到淋漓尽致的境界。大家留意收看哦。香不只是拿来烧，它还可以拿来涂身，可以做奇疗。那么生病的时候发高烧，如何用药师王香？一用的时候立马明天就不会再有发高烧，就马上退烧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怎么用香，下一期继续收看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